我宿舍没有让他们开暖气，我觉得不开暖气挺好的，就是现在这个温度还蛮不错的。我后面有一天休息来着，然后我问上海那边应该是6号吧，然后问6号的公演赶不赶得上，说赶不上，然后问北京说赶不赶得上，北京说没公演，行吧，fine，我睡觉。Thank you.